大家好，我是 Shy 橘子。相信大家都等不及要跟恐暴龙互相伤害了，但是任务又不能直接开启，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快速解锁恐暴龙的任务。首先，必要条件是需先完成七星上位任务，在集会所就会发现恐暴龙的募集任务。这时候，我们就前往探索任务中调查。这边提醒大家，探索任务中出现三个问号字样，就必定会出现恐暴龙。所以没出现三个问号的话，就重新探索即可。接着回村后，与明朗的学者对话，触发调查任务。哦，对。此时重复前一步骤，拾取恐暴龙足迹，或是直接狩猎恐暴龙，将研究等级提升为一级，就可进行下一步。若研究等级已足够，可直接触发特别任务。待研究等级到达一级时，即可与明朗的学者再次对话，领取特别任务，顺应食物链的趋势。进入后，前往八区便会遭遇可爱妹子被恐暴龙袭击的剧情。这时候将他击倒，便可拯救萌妹子啦。接着看你们想要单人讨伐，或是发出求救，请朋友来支援都可以，反正就是把他给剁了，谁叫他欺负咱们妹子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在一番激烈的肉体碰撞，将任务完成后，再与明朗的学者对话，即可取得奈龙衣装。好的，这次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后续会分享恐暴龙的装备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点个喜欢，或者也可以到直播直接询问我。还有，虽然这是一款让人入迷的游戏，还是要记得让眼睛休息哦。